这个都是之前教过的，所以就是再复习。那第一个是 jump， 是跳。jump， 跳。上次我们讲到它看起来像是在跳远。跳 ，jump。然后右边这个是跳舞 ，dance。dance， 写中文。跳舞。然后右边这个是看书、读书，是 read。那这个是拍手，两只手拍手 ，clap。注意 C 是发可 ，clap。好。那你要注意哦，第一要发的，要记得那个子音的发音。那这个 jump 第一个是 z 的音，那 read 是 r 的音。好，下一页。左上角那个是画画，画画是 draw。画画 draw。这个是发低，可是因为后面有 R， 所以变 draw 的音，就 draw。那下面这个是游泳，游泳。哎呀 ，swim。那最右边这个唱歌。Sing a song， 唱歌 ，sing。下一页，左上角是写字，写信都可以，就是写就是 write。那上次我跟你说过，这 W 是不发音，所以后面就是 write。下面那个听音乐 ，listen to music，listen， 听。Listen， 听。听，listen。最右边这个人，他会飞翔，fly。然后你看，飞是注音是 f 开头嘛，那刚好 fly 也是 f 开头。Fly。好，接下来换感官动词。首先是看，看是 see， 因为以前注音是这样 see。右边这个吃，品尝。test， 最右边这个听，这跟刚刚那个听音乐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可是一样是有听的意思。听 ，hear。那你看后面这个 ear 刚好就是耳朵的意思，就是用耳朵听。Here， 这样。接下来是这个是闻，他在闻，这是什么汤？Smell。如果闻起来很像，就是 it smells good 这样。Smell。最右边这个是碰。
touch 踢发球 touch 好，这样就没咯。那你有空的话就多看几次吧。